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上次这一间，上次有打这个斜坡的公仔，然后做补位的动作，然后还有打到那个小帮手要的那个磨脚器，有没有？在最角落都挖出来，就这次来发现一个超特别的东西。我原本在网络上差一点买哦，它是什么？你看这个后面，它最后面埋起来，放大器，这样看不太到，你要打出来，人家看得到。反正它就是你的手机，你可以架在上面，然后它一个透明的萤幕翻起来，你的萤幕就变那么大一个。就变成 iPad， 对，比 iPad 还大一点。那我那个很屌，我那时候在网络差一点买，就这次还没想到有发现。真的能用吗？等一下马上打出来看一下嘛。我们都。你跟我的磨脚机在正前方哎。对，要不要再一个？啊，那个哇，替两个磨香卡，啊那。我们当初为什么要从里面打到外面来？可是上一次那个也打没多少，是还好啦。我再试一下，可是这一次排气有没有变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没有，一样，它爪力一样强，只是上一次有没有这一个束带我不知道。那它应该是可以那个，我先把东西，对，我先把东西做过来。这一个，卡住了。哇，能不能再直接把它越过来？再一次，我们先把这个打过来。这个瓜牛要先走开，它过来，我们把那个铺底那个再拉、哦。上一次就是这样子拉的，这个还不错哦。来，起来，一二，可以来了，它可以抽呢，它应该这爪位应该是有办法抽，它的爪位对的话应该是顶一下，第五节就出来，不够近，对啊，所以我想要把它，看能不能把它拉近一点，哦，近的，其实两拍也可以，它的甩幅也是舒服，有了。直接放，傻眼。我们上一次拉那个干嘛？哎呦，卡住了。好嘞，打到一个电动磨脚器。嗯，上一次那一个。对，这次我们才打几十块，一模一样。对啊，好，我们再来吧。虽然它那个有我想要打的这个大盒的，等一下我们后面再用看，再来处理。我如果直接这样呢？很重哎。完了，它虽然爪力很强，但是我觉得那一个。它会磨，这个应该是直接摸就出货了。但是我先把这个我把它铺平，就像上次一样。没有，没吃到。把它铺平，然后打二楼，把它让它过来。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打这个保龄球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很想要它。又来，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打这个保龄球，我们将前推过来，它会补位，然后保龄球就来这里。哎呦，平了。然后我现在是不是要先把这个直接出掉？好，出。要摸的，它要靠摸的，它这一个不能吃。哇！先拉，再拉。啊！它怎么打到它？还好。它是太重了啦，那一个。那一个刚我抓到那个最薄处，真的是不行。可以。哎呦！来了。那我是不是要先出啊？出。先把它出这个出掉。这个要超薄的，这个真的太轻了。摸起来，你看，哇，啊、超薄。再来，直接给你插到底，破、哦、个。差一点。他不要推到我那一个啊！碰。啊！啊啊哈！我看到一个终结点。干嘛？直接攻他。这个要直接攻，因为如果我们等一下这一个如果完全它平躺的话，你怎么夹？它不是巨无霸爪子直接攻。我直接攻好了。看完了。攻。很尴尬。完了。对，要这样。它如果平躺掉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无解啊。还好我有看到。还好我有看到这个已经终结点。就是要夹它的头啊，那个脚脚。对啊，夹脚脚是最好的。有过了，反正它就是整个要一定要跨到挡板上啊，不然不行。先解决它。过了。可平哎。还可以，它这一台可以这样子凹下去，所以还行。你自己看哦，有没有？起来。嘿。再起来。嘿。哎呦。这样会浮吗？我不知道。这样子下，它应该就会放了吧。下，他应该就会放了吧。
嘿，哇！砰砰砰砰！嘿嘿，不用网络嘛，你自己看，它这边有应该有这个说有没有没有这个说明，就是你手机放这里，你这个萤幕翻起来，三条线，然后萤幕翻起来，你看萤幕变那么大一个，所以它萤幕就可以变这一个透明的这个网子。是哦，差一点在网络上，我差一点买了。那它插电吗？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们就回去可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赞，这个赞！再来，这一台真是完美啊！很想要加我上一次那个前面那一个。那个录不了啦。可以啦，这个倒倒下去，合起来。欸，有重量。你打保龄球干嘛？玩呢、啊？打保龄球干嘛？打保龄球啊！录不了啦。可以啦，不一定他直接过来，二楼又过来了，试一下嘛。啥？我先小试一下这个。放啊。对，他是放了，但是就。来动火就不放。嗯。除非你刚好后方到一个真的极致薄的位置啊。哎。给你吃到底，合过来。啊，其实我们如果要打后面那个，这个应该不能出，它要挡在它的后面。哦。后面那个不能让它躺掉，我们上次就是让它躺掉了，就没办法玩。拖。哇塞！来了，全包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弹过来。弹不过来，不然加后面啊。我先这个先拉近了，这个至少要先拉近。拖过。哎呦。乖。啊。啊，可以，我知道了，直接先拉，先直接，因为刚刚那个站着会阻碍我们，先拉它，不动，有啊，弯了一点。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冲时间，我们那个真的太顺了啦。舞弊时间到，我的来了，歪了，可以攻这一个了。那个太轻了啦，吸你一个脚，哎，哇塞，哎，这个太轻了。他把他打回去了，你看，啊，不要他啦，不要他，对啊，不要他了，把他打走，我过来啊你，会被顶到，哎、欸，卡住啊，啊，躺平，他躺平没救啊，哎、欸，有救，他露得了爪哎、欸，不然他这个其实很好打。你刚刚不捏宝？来了，露了，干啥的？哦，做宝成功。先把蜗牛打去后面。蜗牛打后面，不要让他再有机会躺掉了。过去啊，臭蜗牛。臭蜗牛。害我们吃了个宝。真的，就是因为你这个蜗牛。别进去啊，就真的进去了。史上最烦的瓜牛，哎呦！我这次绝对要把这两只害人精给夹走。吃饱喽。哎、欸，算了，不要拼了。如果拼那个长河，它平着过来，这一台绝对会卡洞。哦，这一台是旧机型，你自己看它的洞口多小，卡的几率很高了。但算了，我们不要这样子拼。我也是会怕的啦，拖过在这里，拖，哎呀，它很快要拖过来。你看，超大的，这只爪子竟然露得了爪，秒杀！捏宝，不要再给我捏深了哦。好了，其实这个角度应该是深啊，宝都是直接拖了。是吗？嗯。哇，吃不到。拖。拖。就是你这一个。害人精，这两盒害人精，我今天是为民除害，把这两只夹走。哦，气死我了！害人精才是那个吧，蜗牛吧？哦，蜗牛，对了，对。可是我们上一次其实这个也是被这个啊，我们原本想要夹它，就没想到今天来我们哦甩一甩，哎，其实原来它录得了爪。就你上次录不了。嗯，没有，因为上一次卡个一两次你就觉得啊算了，那这一次不一样。哎嘿，你看这个，没办法，放大器，手机变平板，嗯、超屌的。这是手机看剧神器，那我们这次就夹这样子吧。好哦。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是要夹这个啦，但是这后面吃一饱，然后一个少少出，其实也 OK 啦。反正我们这两个都少少出，就帮台主补一下币也是 OK 的啦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打不出来。
OK 啦 ，OK 啦，都那是瓜牛，那是瓜牛是吸了我400-500块，300-400块。那我们这次就抽这个魔角机吧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了，那再多一个出来也没有意义。那这一个魔角机就送给大家吧。抽奖办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